莲香儿一打就开坛哟，牛啊牛，连牛哦，有请大家来帮腔哦，牛啊牛在上门海棠花，男主快儿两条草哦，牛啊牛，连牛哦，红旗儿艳艳穿成行哦，牛啊牛在上门海棠花，坐台的那山里哟，一片片苍茫山哟，水起山，生活万年长，流啊流，连流。大家安静哈，安静哈。我也晓得，那个工作开展起来呀，没那么简单。也许还有很多人呢不理解，那都需要我们深入到每家每户进行说服动员，要让广大的村民都晓得，十手多些那个几亩地儿，是我不舍，但是也吃不饱。要想发财致富啊，都必须要大力的发展渔业。童村长，那个说服动员的工作呀，我怕是干不了哦。你们晓得噻，我们屋头那两个老的，很犟，犟得不得了。他们的工作我都做不通，还做哪个的工作嘛？都是，我们倒是想请童村长带领大家发家致富，但是老百姓不一定理解的嘛。你想哈，万一是他到了，鱼也养不成了，地又没得了，老百姓不是要吊起锅来烤当当哦？哎，都是。说得好听呢，也是在创新；说得不好听呢，也是在拿农民的性命在冒险喽。有可能呢，是是是，也是那个毕竟是我们杨柳村史无前例的一次重大变革，大家有那样的顾虑啊，都很正常。但是我已经做过了充分的调查研究，根据全国其他省市那个新农村建设的经验，我们那条路是绝对可行的。所以说啊，大家一定要放下包袱，勇敢地迈出那一步。如果大家觉得那个说服动员工作开展起来有难度的话，没关系，得罪人的事嘛，我去做嘛。村长，我提个建议，是不是先让我们那些村干部啊，到每家每户去进行一次调查，先摸个底。那些容易做的工作呀，我们的村干部啊都把它做了。像那些持反对态度特别严重的那些钉子户啊，我看了还要你村长亲自出马，可能才得行。那个也好，那李干事，都麻烦你安排一下，看哪个管哪几家。到时候我们大家再把那个情况汇总一下。明天我都把那个文件给杜小莲
喊他在广播上也广播一下，让大家都晓得。哎，翠花，再过村儿了。谢大妈，哎，谢大妈，你给杜家窝找的女婿子好没得哟？哎呀，我那只是随口答娃娃，随便答应。但是我呀，我才不答应呢。你们想儿嘛，那个堂客都没进屋，还老婆子找的绿帽子扛起，哎呀，那个男人吃没了还差不多。不是，对头。俗话说耶，蜜蜂不叮落地的花，哪个男人会要她？二妹，我哈儿来。你们先在耍到，我有事情。哎，谢大嫂。胖子嘛，谢大嫂，我问你个事情。谢大嫂，哎，我们燕子啊，托你办的事情，你看嘛，都那么多天了，你该扯个回销噻。我呢，还不是正在找，你想嘛，要找个合适的人，哪里那么容易嘛哈？我正在找。哎呀，谢大嫂，你都不要吞吞吐吐了嘛，有啥子都直说噻。那个都是脸上长烧子子，明白起的哈。丑话说在前头，还到我们那个地方，一贯的重视，摆子脖子有人要，那个浪货也拽不脱。你拽得脱？你都是拽在那个上门心屋头个。男人一年客死一个，我跟你说，你把你那个礼物给看紧点儿，免得那个出圈的骡子蛇打野蛇了。金发欢喜不知愁来到，背死不晓哪一天喽。哎呀，你敢叫我难死嗦？那个不是咒吗？那个人在做天在看。你们李富贵做了那么多缺的事情，那个阎王啊，迟早得来收他的。哎，你们还李富贵啊？那个大柱是个浪货，二柱是个野种，羞死你们杜家屋头的仙人们吧！你敢再说一句？我说啊，啷个吧？你说啊！你说啊！小兰。哎，秋儿哥，那有份工资，你来包一下。哦。重要通知哦，多包几遍哈。哎，我们村儿恁个快都要搞产业结构调整了哇。是啊，就是怕很多人思想转不过弯儿，不能接受，所以喊你多宣传一下。包装完成任务，你放心嘛，改鱼塘的事情，我首先举双手赞成。只要是新民哥你做的决定，我都绝对支持。好的，一会儿播嘛哈。哎，新民哥。啊。你啷个没有带我送给你的手表啊？啊，搞忘了，放在屋头的。各位村民请注意，下面播放一条通知。关于杨柳村土地改为鱼塘的通知，为响应国家新农村建设的号召，经杨柳村村委会决定，我们村将进行产业结构调整，将土地改为鱼塘。依我说，搞渔村这个事情呢，干不得。哎，你们不要忘了一句俗话哟，啊，那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啊。童心敏儿太年轻了啊，做事又找不到个轻重。哼，就像我们呢，老老实实、平平安安的过日子，哎，哪些儿不好？他非要把我们跟他弄作一路啊，一起来担这个风险。老汉，你那个都是老思想、独光短浅，别个专家都说了的，我们杨柳村那个土地不适合做农产品，要想致富，必须要另外找出路。哎呀，你年纪轻轻晓得啥子嘛？不要再多嘴。那个童新明儿，哼，他发那些歪媒，都是想出风头噻。年纪轻轻的头脑发热，我说啊，哪个跟他干，都是那个哈儿市场里头那个哈儿。妈。我倒觉得养鱼是条好路子。我以前呐听内行说过的，说只要养得好的话，
一年一亩鱼塘啊，有15000的利润。你听哪个说的哟？广东那边养鱼的多得很，我以前问过朋友的，我们都说最普通的胖头儿嘛，它的年产呐是2000斤到3500斤，我们取个中间数，都算10块钱斤，一年也有3万块钱噻。都算说人工支出、饲料、药品、自然死亡率占一半嘛，一年也有15000的利润噻。哎，那像你那么说，我们屋头如果搞10亩鱼塘，一年收入不是15万呐？是噻，搞得好的话还不止那个数。对头，恁个的话比我们做庄家强到哪儿去了噻？是不是嘛，姐？其实养鱼找钱的都是少数，大道理是大多数。哦，你们不要一听到找钱了，我又脑壳就发热了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啥子情况呢？我们现在又不是来吃不起饭，是不是嘛？何必要跟到一起去担这个风险呢？哎呀，哎，你不要闹嘛，等我算一下多。我们屋头种一年的庄稼，其实才收入18000块钱。如果我们搞一年的鱼塘，哎，不是当我们种几年庄稼呀？哎，那个事情划得着啊？哎，要得要得要得！小莲，你去那个同学们讲哈，你说我们屋头同意土地改鱼塘。要得要得，明天我就去给他说。晓得刚才是哪个说的啊？哼。跟到同心妹儿干，就等于是哈儿师长。哎呀，那个背时老头儿也是。哎，我婆烦同心妹儿嘛，是婆烦他嘛。问的是，我们不能跟钱过不去噻。妈，哈儿师长啊，应当有钱。土地改鱼塘的决定，在杨柳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精明的胖嫂意识到，屋头的存钱罐儿就要叮当响了。就是睡着了都在想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杨柳村的杜姓人家都站在了支持童村长一方。但村子头的老一辈一听要动他们的土地，简直不要他们的命还恼火，扬言要以死相抗。那当中又以李婆婆的态度最为坚决：造反了，要造反了！土地是我们李家屋头的命根子，要拿来改成鱼塘，万一把老娘捞到水头去淹死啊！不能干，打死我都不能干，不能干！哎，我跟刘哥这个事情不能好办呢。那个同心的人是挨着过河关了心的，我们刘哥都算帮，也不一定帮得赢他哟。哎，我说那个哈堂客，你凭啥子说我帮命他噻？啊，他一个毛都没长起的崽儿嘞，未必我还虚了他吗？头会儿在山上那个事情和那个烂女人，算得我运气好跑脱了。哼，他那会儿想精想怪的要搞啥子鱼塘，你看我那会儿不把他搞下，我做都不做。我要让杨柳村的哈巴儿都晓得，杨柳村的村长只能姓李。对头，而且只能是李氏军儿，哎，不是那个李海龙，哎，他不是姓李。李婆婆，看菜呀！来，我帮你看。少在荷包打转的，跟过桥。你一天在村子头乱劈柴，还想到我屋头来乱砍柴吗？李婆婆，我晓得，你们老一辈的人呢，把那个土地啊，都看得比过你命还要重要。哎，我爷爷原来也是恁个，但是他现在想通了噻。你说那个光有土地没得收成，还不是等于零了？那个把土地改成鱼塘呗，也是为了有更好的收成噻。你废话少说些，你屋头那个铜灯坤儿一个老点东，我熊叔这是心火急的哦。李婆婆，我晓得心火，所以你还要听我说。说，果然回去跟你白妈说，喊她早点跟你说个堂客，把你经营得巴巴实实的，到时候保证你门都塞不得，说一天都不都不到起，免得一天在那后跳路跳，心慌暴躁，想起想起爬起歪眉。土地改鱼一塘，亏你想得出了。哎，李婆婆不是商量。李二伯，啥都不要跟我说啊！年轻人呐、啊，有股冲劲儿、闯劲儿，对的，我也很理解。啊，你想急于干一番成绩，稳固你现在村长那个位置，是不是啊？我，哎呀，不过路走急了啊！
那是脚是要转筋的哦，啊，急功近利是要搓大本的哦。对头，金毛搓盆。哎，李婆婆，哎，我听我说完嘛。这个我活了几十年了啊，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，是不是啊？看问题嘛，恐怕比你们年轻人看得要远一些吧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一句话，土地是我们祖上一辈一辈传下来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你现在要把这个土地改成鱼塘，你是不是跟祖宗对着干呐？啊，你想你做出那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，会有啥子好下场啊？个人想一下嘛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我懒得跟你说了啊。哎，听见没？对头，我再跟你说一句，不听老人言，今晚吃亏在眼前。童心明被亡故的李家人搞得焦头烂额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胖嫂的心头也正着急得像猫儿抓一样。眼看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杜亚儿结婚的对象还是连个影儿都没得，放出去的话又不可能收得回来。就在胖嫂担心万一杜亚儿结不成婚，杜家将成为杨柳村笑柄的时候，天上落下及时雨，终于有人上门提亲了。胖子们，胖子们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拜托我的事情啊，说成了。哦，都是哪一个？是哪一个？哎呀，要不得，要不得！哎，就是我们堆儿嫁不脱嘛，也不得嫁给他嘛。你听我说嘛，那个谢大婶儿，你可早来了呀？哎，哎，熊罗啊，今天穿那么多风头啊？燕子，哎，你要是实在不愿意的话，我也没法的。老实给你说嘛，那周围团长几个村儿我都跑遍了，凡是没讨婆娘的男人我都问交了的啊，别个都不愿意，只有他不嫌弃你们，愿意在你们屋头当上门女婿。嫂子，妈，你们说的是他呀？哎呀，熊儿娃，你在哪个扎实堆儿哈一件西装哈个领带蛮色，你以为那个一穿起都可以混到我杜家屋头来的说？嗯，你是想精想怪，你告花是想吃泡寒菜哟你。胖婶儿，哦不，妈。你喊啥子啊？胖子妈，你那么说都不厚道了噻。我南方来的那个清早把城都扒起来，我为了啥子嘛？还不是为了你屋头杜亚儿？他吼起那么久要结婚都没人要他的，看起他可怜兮兮的。我那是帮你解决难题，你不但不干学，反而说话来仗我，是不是过分了嘛？稀罕你来解决那个难题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熊儿娃跟你家沾亲带故的，哎，我胖子妈再没得本事嘛，我也有那个骨气噻，我坚决不同意，我木得些女儿嫁个跟你家沾亲带故的人当媳妇儿。熊儿娃，你欺人霸道爬起来，你都在那个羊圈里头拱啥子？啊！你不怕羊肉没吃到，人是烧出吗？我跟你说，济公啊，从来是早晨叫，还没想到你那个暴鸡婆，哪个今天也开始叫起来了嘛？我跟你说，你个人回去，把你个人屋头的人看紧点，教乖点，你不要赖给猫想吃天鹅肉，不晓得天高地厚。熊儿娃，你个哈戳戳的，你可是苍蝇钻到风筒头。啊！你东西没知道，今晚还要找疯子绝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来了来了。燕子，我先走了。你快滚吧你！你滚！我先走了，来了呀！哎，胖子妈，你都看得起哈，我该帮的忙都帮了，该想的办法也想了。你实在是要像个啥子杨寒出酸的话，我也没办法的。我也惹不起他，我从后门走了。啊、哎、呀！你个背时的哟，硬是啊，连那个银女都敢要啊！你硬是，我
老娃抓死人于秋，饥不择食喽。我管他饿不饿的，我好歹嫁过去，我下回辈子不愁吃饿了噻。哎，你好久没吃饭了啊？我没管你吃，没管你喝吗？你非要跑到那杜家去吃去喝？你现在倒是可以管我，但是你死了过后啊，你觉得你吃出来两口吃，好会管我吗？他们不拿起大锅把我撵出来，我不去了，他们没做错。你看你哦，穿得那个二不八不的，回去换件衣服嘛。哦。站着！我把招呼给你打到前头，明天要是再敢踏进杜家那个门，我得打死你！哎呦！到时候我怪老太婆怒气不忍哈。哎，晓得了，晓得了，我晓得了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哎，那碗是我吃过的哦，要清新啊。拿起脏嘛，那的。有钱人吃鬼推磨，有的货是家不脱，我还不相信我们杜家的女儿都没人要吗？哎，吃饭吃饭吃饭。我走了哈。哎，要得，童爷爷，慢慢走哦。哎，谢谢你了哈。爷爷，爷爷，我杜院儿不是啷个走啊？咋杜院儿啊？哎，就在前面那个竹林旁边，就是他家。哦，谢谢爷哈。哎，童爷爷，早哈，早。春梅，哎，早啊。春梅，你在忙什么？你在找。哎，大妹儿，请问哈来，那个杜院儿家往哪个走哦？杜院儿啦。哎。哦，前面那条路，那个竹林旁边都是。哦，谢谢了哈。不谢谢。哎，杜院儿不是啷个走哦？哦。前面那条路，那个竹林边都是。嗯，有点奇怪哟，看那个青州大城的恁个多人找杜爷了。哎，你们说是不是？那些客户都来招待了哦。啥子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，你们还搬起出来说？我看呐，可能是他发廊的客户。但是发廊的客户，他是发廊去噻，啷个找到屋头来呀？哎，我们把东西搁到，我们去看哈儿噻。哎，走走走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小刘啊，报应了啊！哎，报应呐！哎，那几家钉子户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吗？哎呀，恼火，不是帮了帮的恼火，看来我们只有分期分批的搞试点了。哦，对了，过几天呢要召开那个试点家庭开个会，我去跟你妈说声哈。要得，只不过那几天可能我妈没得时间管那个事情的个。哪个的？她在忙着去帮我姐姐找上门女婿。我都不晓得我姐是啷个想的，那几天突然急着要把个人嫁出去，你不晓得那天她居然说连熊猫娃都可以。
还好我妈没有同意哦。哎，小玲，你回去好好劝你们姐姐噻。这个结婚是终身大事，哪个能够操碎啊？那你啷个个人不去劝他呀？新民哥，我姐恁个急着去把个人嫁出去，是不是跟你有啥子关系啊？小莲，我乱说。燕子，快起来！你看我们院子来了好多人喽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啥子人都有，你快起来选一个噻。我懒得去看，随便帮我选一个都是。哎呀，是你结婚也不是妈结婚，妈给你选哪个要得嘛？哎，你快起来，你好生打扮一下，化下妆嘛。晓得了。快点哦，马上就要等到你的哈。小兄弟，看起你老老实实、知书达理的。哎，你是附近哪个乡的嘛？哦，我是清风乡红宫村的。哎呦，红宫村好远喽，怕是坐驳板车来的。都是啊，今儿清早爬上的，我五点钟起来，把我腰杆都酸了。哎，你啷晓得杜家不得找上面雨仙？哎，怕的嘛，村子里发的广告，说是只要和他结婚，不管送好个彩礼，都得翻倍的嫁妆。啊，那么好的事情，啷不搞绿了去嘛？又怕活不见，除非是哈儿嘞。难怪不得哟。听到听到，哎，大家听我说哈，大家哎，听到哈，我面试啊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希望大家也不要拥挤，一试学一个一个的来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，大家不着急，大家不着急，放心吧，姐姐都好的，大家不着急。你们给我当评委噻，举人排排那些，加几分扣几分，我看你们两个眼睛了。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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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找我呀？那点儿就我们两个人，我不喊你喊鬼吗？哎，看来我们真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想你都想在梦中哦。我正准备找你，你都出现了。找我？你找我干啥子嘛？哎，你看下那条老街嘛，很多地方都是空气的，完全来可以利用一下噻。我是在想搞个文化茶馆，到时候整起来吗？还是麻烦你在广播里面给我播一下，宣传一下噻。那个事情以后再说，今天我找你想跟你谈下土改的事情。土改？啥子土改哦？你看你这个人嘛，一天到晚游手好闲的，点儿都不务正业，连村头恁个重要的决定都不晓得。我真的不晓得啥子土改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村委会决定把土地改成鱼塘，以后啊都大力发展渔业。现在村头大部分的人同意了，都是你们屋头，今早都做不同工作。那你找我做啥子？未必你想喊我回去跟做思想工作呀？算你脑壳还开了点窍，哪个都晓得你们那个婆婆把你当成宝贝儿，只要你愿意说一句话，至少嘛都要你一星期说一百句嘛。所以说呀，只要你愿意回去做哈工作，你们婆婆肯定会同意的。哎，你不都是村里一个广播员儿个嘛？那些事情怕轮不到你来关心喽。那个事情本来是村委会在管，但是新民哥在你们屋头都气了很多回了，你们那屋头几个老的，随便哪个都不同意。
所以说呀，就想喊你帮个忙去说一下。是童心妹喊你来找我的啊？不是，心妹儿哥根本都不晓得我来找你。心妹儿哥，心妹儿哥，左一个心妹儿哥，右一个心妹儿哥，喊得恁个亲热，怕你对他的情谊不是点儿不点儿深喽？你帮不帮嘛？不帮就算了，说那些干啥子嘛？如果是你杜小莲的事情，你喊我上刀山下油锅我都去。但是你喊我去帮另外一个男人，对不起，我心胸没那个宽广。我都晓得你是知府的墙壁，靠不住。哼！童心妹啥子好嘛？不都是个村长个嘛？弄得这个八心八肠的。哎，我条件是可以，请你们考虑下嘛。啊，我人也勤劳，挑两百多斤。哎，真的。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哎，同意你举个手嘛。啊，要不得，要不得，一个人同意啊。啊，好，算了算了。哎，你的情况都是那个嘛哈。啊，算了，你走了，你走了。真的可以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我叫张兴华，今年呢58。58？随便啷个看嘛，你也不止58嘛。嗯，恁个大年纪，不得屋头带事儿，你跑到这儿来相啥子亲嘛？我看是没耍死得了。我心说58了嘛，我是个老光棍哦。那以前呢，家里面穷。没得钱讨婆娘，今天嘛，我是想来捡个趴活噻。你们又管吃，又管住，又管穿，我那个张老头也想来个夕阳红噻。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那个地方又不是养老院，管走管走管走，下一个下一个，走啊走啊走啊。你可错没得哟，你那个嫩生生的跑起来啥子？别个那点是找女婿，不是找刚来。亮亮，你觉得我还小吗？我都开始长胡子了，别个明年子都要从犄角毕业了。别个说的，年龄不是问题，身高不是距离，体重不是压力，金钱嘛更不是动力了噻。女大三呢抱金砖，女大33。抱着大金山，所以说呀，我觉得我才是你的最佳的选择。哎呀，小弟娃儿，你搞错了，不是我，我只是评委。哎呀，小弟娃儿嘞，哎，你现在还在读书道嘛？亮亮，你是怕我给不起差金吗？你放心嘛，我已经跟我们兄弟说了，说好了的，他们先借给我10000，你们说差金要翻倍的嘛？那是20000。我还给他们10000，我还剩10000，那将是我人生捞到的第一桶金喽。哎呀，小弟娃儿嘞，你现在还在读书的嘛？你还想赚钱嘛？你得好生读书噻。你还说那个场合哪里是你来的场合啊？哼，你还说啥子女大33，去的33喽？哎呀，滚走滚走滚走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下一个下一个。
以后我们要一辈子困在一起，就像天上飞的两只鸟，地上的两棵树，水头的两条鱼一样，一辈子都不分开。你不晓得，从我回来简直混账得很，说说把我们那个地啊拿来挖成啥子鱼塘，哎，我那几晚上啷个都睡不落觉。我想我干脆还是搬到土头去住到起，他们那个要想挖我那个地的话，都要先把我那把老骨头挖了，才说到下文。亏得想得出来，把你们老头婆弄去当挡箭牌。哼，他童心妹只要敢乱动一下，我让他在杨柳村那辈子都混不下去。都说他不乱动嘛。他跟鱼塘的事情也搞不成噻，上头立马下来，他那个村长啊，自然当不长久。到时候杨柳村还不是跟到你姓李？大家都收到嘛，每人80万的见面礼，一点小意思。龙哥，我来做个自我介绍。我叫龙兴旺，是镇上搞房地产的。2年前，我爱人因病去世了，一直想再找，都是没碰到合适的。你们女儿的情况，我多多少少也听得过一些。你们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因为她过去那些事情嫌弃她。相反，我更喜欢那种有性格的女人。我虽然有钱。但我从不乱搞，你们完全可以放心，把她嫁给我，享福。哦，还有，我的女儿都在国外一起读书去了，她完全不用跟担心和娃儿搞不好的。哎，唯一的是上门的事情。实在不得行，我就在镇上修一栋5层楼的房子，一家人住在一起，那个该算上门了噻。你们怎么举举手？拿我走。下一个。哎，先把你的情况讲一下嘛。哎，你说噻，哎，你说你叫啥子名字嘛？我叫黄大力。你好大呀。我33。哎，还有啊。哎呀，你说嘛，你家住哪里？家住的情况是啥子？屋头有好多兄弟姐妹？哎呀，你说噻，你是啷个的哦？问一句答一句，又不是挤牙膏，又是一个33，去的33喽。哎，到哪去？干嫂。继续。哎呀，燕子，你要在那点啊？妈到处找你，妈先给你选了一下啦，选了5个出来，在后头爸爸都站起的。哎，你还是出来看一下嘛，看哪个合适嘛，你都定下来了嘛，听到没得？妈，你先去嘛，我马上都来。要得要得，你快点来哈，妈等到你的哦。那几个都是老实巴交的，一杠子打不出个屁来的，跟你老汉儿一样。只有那个有钱的老板儿，他呀还爱说几句话。哎，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本分，是你嫁给他过后啊，肯定不会吃亏。
王海平，给我拿点开水来。王海平，那个背时婆娘，硬是要渴死我吗？你那个水盆好耳药没得哦？我都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你不敢对你李婆婆下毒噻？那我还是不得吃你的。别个说的，吃人的嘴软，拿人的手短。哦，你想拿瓶水来都把我老太婆收买了嗦？我老太婆又不是下市的腾腾菜，都啷个不值钱嗦？哎呀，李婆婆，我没得那个意思的。那个水你拿出去喝，你看那个天恁个热，还容易中暑哦。要不恁个，你先回屋头去，我向你保证。只要你老人家没点头，我绝对不动你们屋头的地，信不信？啊，好嘛。好，水我也喝了，但是我是绝对不得离开那个地半步的。我在那个地里头长了几十年了，我生在那个地头，我死也死在那个地头。你可以走了。没事的了，滚走。燕子，其实我觉得那个有钱人啊，其实点儿都没得那个有钱人的架子。如果真正的跟到他呀，真的不得吃亏。哎呀，你选了半天，哎，究竟你选哪一个嘛？妈，估到了是哪个吗？哦，他叫黄大力，是个退伍军人。屋头啊，父母都是死了的了，又没得兄弟姐妹的，他现在都是孤家寡人一个，都是因为家头穷，33岁了，都还没碰过女娃儿。他唯一的爱好啊，就是喜欢那些花花草草。你看嘛，他才来了大半天，把我们院子头那些花花草草，你看嘛，都理顺了。妈，那都是他了吗？黄大力，你被选中了。好没得啊，人马上就要弄了哇！同事们要没得？新闻过呀，我好像没有看到他个。他答应帮我主持婚礼的，乐器鼓不起，他不来，婚礼都进行不下去。哦，那我马上去找他哈。Thank you.
以后我们要一辈子困在一起，就像天上飞的两只鸟，地上的两棵树，水头的两条鱼一样，一辈子都不分开。